今天是2018年的11月10号，礼拜六。我们现在在三姑姑家。哦，今天是爷爷奶奶已经暌违十几年跟20几年没来台北的一个旅行，小旅行。西装，穿要穿这样比较清爽啊，我觉得。红宝镜给他做爆。来，上面来，我做爆。做起来呀！还准备呀？那么爆哎！我老板来爆掉的。做爆啊！我这个不是不是说的，